来制作小人国世界，大家帮我们点赞加油。主要材料是这个粉色的小核桃，一盒我们会在里面打出一个迷你的小世界，做完邀请你一起进来玩哦。我在右边，我在左边，先粘一个小窗户。我来制作我的小白兔门，背面贴一只小兔子。现在正式开始装饰核桃小房间，剪出一幅超迷你的画和时钟，把壁画粘上来，挂个小时钟，铺个地板，来种一棵树，安装小门，给它贴个绒毛壁纸。我的礼物袋做好了，现在来组一个迷你的惊喜盒，铺点青苔，偷偷的给他们放个礼物盒。妹妹，我这边好了，我也快好啦。平板，这是我们的小人国主角，有请他们入住核桃小屋。我们39块钱的核桃小屋完成了。表面看呢，它是一个核桃，其实打开之后呢，是一个精灵住的小世界。